我中也行，我好杀他，你觉得呢？那剑魔可不好杀呀，这英雄。我无所谓，还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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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Q 还了，还了，点燃，闪现还了 ，Oh you， 我的哥，还了。Q 滑了，滑了，滑了 ，Q 滑了 ，E 滑了，给我恐惧到天明。Q 滑了 ，E。滑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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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滑了。那他非得这么跟我拼，那肯定好杀呀。梦魇一级，正经挺狠的。而且我们这英雄属于是站着对撸英雄，你跟这种英雄打，你不跟他耗血，你跟他硬干，那肯定是干不过的。走，回家。现在就会出现一个问题，你这梦魇到底是出木印，还是出暗行之爪，还是出星矢呢？其实如果为了我们的大招吸地快一点，并且杀人也能快一点，我们可以选择拉克杀木印。暗行之爪可以给我们一个小突进，但我们其实不太需要这种小突进，我有加速。Q W 开起来，滑了滑了，滑了滑了，滑了滑了滑了 Q 滑了，直接一个滑了吸满。链儿 ，Q， 滑了滑了，这波不太好杀啊，等下一波。进草丛，他应该死了。Q， 吸血。看他敢不敢 QE 我们啊！Q， 来人了，没来人啊？没来人，他为什么走位是这个样子的呀？滑了 ，W 一开滑了 ，Q 点燃平没死，上当了。揉一下，打个眼回家了。木印吧，木印捡吸地，不出木印出星石的话，吸地太慢了。出木印。小心点上面的造信。这波让他以为我们五级啊，
先跟他拼一波，然后突然之间升六，直接大死他，直接 Q 他人呀，升了，升的有点快啊，滑了，直接开大招死了，E 过来，A Q 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四下，五下，哪来的赵信？哦，漂亮，Q 回来，滑了吸血。你来，为什么不是他扛他？我操你猴子，你扛啊！哎，气死我了！你怎么不扛啊？你快点扛啊！你让我先扛，我他妈600块钱，你300块钱，谁值钱不知道吗？我打你个红，小王八犊子！我打你个蓝。我不用你在那跟我美啊！你还让卢仙过去要拿蓝，总有你没有的东西啊，总有你要丢失的东西，我告诉你。完了！哎，哈哈哈！这个人有闪现啊！得，滚蛋！我不跟你抢了，我知道我抢不过你，我也不跟你抢了，没意思。我不要了，一会儿我们所到之处，他寸草不生。我跟你说啊，得了，交闪不交闪死了。这是他唯一杀我们的一波，他不跟我打就算了。先来个木印，再来把小短剑。你说上路杀六个，你011，你说你怎么好意思拿这个红？我都拉不下那脸，我都没那个脸，我脸我都抬不起来，我都抬不起头，我都得卑微的给我们家上路让一个红。个小混蛋！赵信要来了，算了，赵信要来了啊！赵信要来了，我们一打二费点劲呢。这把一打二很不好打，一个太右了，一个伤害太高了，容易把我们直接给秒了。没办法，一打二不打。梦魇的英雄打不了俩，我要先秒一个可以。看看这个赵信去哪了啊？抓中可以，
我正在往中赶。黑吧，哦哟，抢我的人头。看看这个赵信他敢不敢动，不敢动就算了，我们走回上路。我就这点血，他剑魔也打不过我们。第一他没减伤，第二他的伤害太低了，他跟我耗他是肯定耗不过我们的啊。直接干，就一顿划了就完事儿。赵信应该不会来上路，为什么？因为上一波他刚来到上路，这一波他一定是在下半段，知道吧？我先出个幽梦，然后补一个小件儿。中路亚索没闪，上路没闪。中路可以试一试啊，但是我们要丢上路的兵，到底杀不杀中路亚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杀中路亚索。哎，赵信怎么回事？找到赵信。哎呀，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你怎么回事呢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跟我还要上圈了。走位，走位。先来个布甲孩吧，什么二三三？看来得杀一杀这泽拉斯了，不走寻常路啊。赶客中路，有的兄弟说打野不太行，其实他能压制住对面的赵信的这个等级就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用说非得要有点啥作用，你只要比对面玩的好就可以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比对面玩的好，这把即使你输了，那你输的吧，说实话输的也没关系。上路线推完，我们可以去杀一杀泽拉斯了。先来个幽梦啊！收集者得要，来个收集者的一会儿。哎，我这剑魔，
猛成这个样子了吗？我本来想留大沙泽拉斯的，你别再让这剑魔再混起来呀！呀呀呀呀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卡成这个样子，先 Q 了一下，链儿死了，唰唰唰唰！啊！还好，吓我一跳，我心怎么回事呢？卡了，刚才是我信我 Q 的旁边，为什么赵信身上还是链到我这个被动了？我这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夜印之风收集者加这个叫什么血色之印？其实血色之印应该先出，我下一件血色之印吧，下一件血色之印。中路三个人，不好去啊！可以上了，先杀他们家 ADC， 这一波全得死，你也得死，我让你掏。哎呦我这个 AUE， 我的车！提亚马特有啥用啊？我们得虚区高，有破甲，直接抠链着了，应该死了。这有加速效果，好闪。我就不用恐惧了啊，这边杀他尽量少用恐惧。好诱啊剑魔呀，有没有情报员给我通报一下，上一波谁交了闪现，有没有交闪现的人，我记着点他的闪现。你又抢你爸爸的东西啊，你个不孝子。哎吧，泽拉斯没闪现吗？为了防止我们打不过这个赵信。回头瞅我，现在大招65秒一个，蛮快的。赶紧回家出血色指引，伤害不够了，不行了，赶紧血色指引啊！收集者也行，算了，血色之印吧，还是血色之印。先吃个药，幽梦一开，这边看看大招范围啊，可以打。先杀这个近旁边的泽拉斯。两个人全部给他冲死啊！哎，剑魔干嘛来了 ？W 一开，挡掉，恐惧死，打小龙去吧。
哎呦，哎，这什么东西？鬼刀一开链儿，不凭你们几个也要杀我？先杀德拉斯。哎，这为什么这塔又打了一下啊？我是真是不能够理解，我感觉打两下差不多了，以我的移动速度跑出去应该没啥问题，出火炮了。不可能射程之内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扛这么多年塔，刚才100%打不着我。我的计算不会出错误的。哎呦，这卡萨都能不死啊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一枪，看来我们得先杀对面的近啊。你很喜欢跟我玩，兄弟是吧？你很喜欢大招大我，我们中路对个狙吧。以后开大别让我看着你啊！你好，剑魔。这是干嘛？我这还没出收集者呢。现在我们是48秒一个大，等我收集者出完30来秒一个，这个泽拉斯刚好死了以后复活，我们冲他。看见没，你只要够强啊，连曾经与你作对的人都会变成你的舔狗，看着没。我现在抢他一波鸡，你看他有屁吗？啊，你看他敢说一句话吗？他敢吗？他不敢。你让我看见你了啊，别让我看见你。按错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？射我是吧？寂寞吧，我的歌。哎呀，疼！哎哎哎哎！不行！这不行，这不行！哎！先打个红，哎，1900，先杀一个人吧，杀个人，杀完以后我们正好够个药，把药出了，地图上出现人就死，随便哪一个人来都可以，就你了。把收集者出了，
怎么又是我？他中路尿过我，他要为此付出代价。你看我们的西帝正好跟他复活时间一边长，看着没？只要他复活了，我就盯着他。哎，不上了，这不能上了。刚才我要是杀对面 AD， 我就死了。哎，这个赵信，先把塔拆了吧。这什么意思？先把这个杀了。中路对狙，哦，赵信来了！天哪，赵信没死啊！赵信死了。哎，为什么我的牙还？